Weber und Huge Design Integration und Co. aus Taiwan hat es realisiert. Ling Fang Wang.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This is yours.在今年三月中旬，倩云的脸书一片红海。所谓的红海，其实是指有许多台湾的设计师站上了国际舞台，为台湾争光，获得了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德国 IF 设计大奖的喜讯。其中我的一位好朋友黄林芳设计师，在他的脸书上也公布了他拿到 IF 奖的消息。不得了的是，林芳获得的既然是室内设计住宅空间类的金奖，这等于是世界第一的最高荣誉，也是在这个奖项中唯一一个可以上台领奖的人哦。就是我们说以往得到金奖都是那种大平数或者是比较豪宅或者是比较前卫比较科技感另类的设计，但这次林芳得到金奖的空间呢，各位只有十平大哦，十平大你从篮球场去切一块下来应该还不到半场，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空间，但是以一个这么小的空间可以拿到金奖，这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地方。所以当你第一次进到这个十平的空间，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它是个毛坯屋，然后有很狭长的空间。那我们进去只看到它女儿墙很高，那我走到靠近女儿墙的时候往下看，其实就是一堆的铁皮屋顶，感觉上有一些杂乱的空间在周遭。怎么样的利用可以让真正大众他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生活这一块，是一个议题，就是全球的各个都市其实它都已经是一个小空间在发展。超有意思的，好特别哦。其实我们在所有的案件里面都想要试图拍出真正人使用或者是有人的感觉在里面的这样子，我们是以人为本，人是主角，我们是真的用心在为每一个不同的人去做设计，而不是说以我自己的想法或风格去关注在每一个案子里面。当然做这个案子当中，我觉得每一个案子一定有每一个案子的困难度跟挑战的地方。对这个十平的空间，你觉得你的挑战跟困难是分两个层面来讲。设计上面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要说服屋主去看到我们没有夹层的空间，因为当然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也是设定要有夹层。我说90%以上的人都会这样想。对，就是光这一段的说服是非常困难，因为你要让他相信下面的空间它是够用的，而且绝对比他在上层的空间来得安全又舒适。施工当然就是因为很小嘛，所以你会看到它其实一个锯台放下去就满了。像这种小平数的施工，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从头到尾就是一直被师傅念，就不要挡路啦，你在旁边，就是大家都要闪远一点，然后就没有空间在里面施作。这个是我觉得所有小平数里面的困难都是在这里啦。那还有一个就是空间的精算，因为你每一公分都要斤斤计较。我想林芳，我们就来聊一下哦，这个案子之所以这么吸引我，我相信也一定很吸引非常多的观众。几个特别的地方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因为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客厅区嘛，那客厅区我们当然就会看到电视墙的部分。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把它跟后面的电器柜做一个结合，因为它有高低差，所以我们下楼以后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厨房。我只有看过就是电视主墙后面是什么书柜或书桌，我第一次看到电视主墙后面是电器柜。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把我们的升降桌放下来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有人在厨房的地方做准备，然后可能有的人就在餐桌那个地方，也许就是先阅读啊，或者
者是对他可以在那边用餐，这是一个我们想象他的动线。其实他这整个廊道的部分，他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那个穿过客厅，再回到我们的卧室区。我要先说，真的小平数大部分人都觉得我应该要睡在阁楼，但没想到你给他一个这么舒适的高度，对，然后行动活动是自如，然后躺下去看上去是开阔的。真的很棒哎、然后往上的这个楼梯它也会到我们阁楼上面，所以储藏室在这个地方。 对， 对， 对，我们唯一留下来的储藏的一个阁楼在这里。很棒很棒，那有多留一个空间，所以其实上面也是一个可以阅读的地方，然后我们的窗户也有开到那里，每一个窗户都可以看到风景，这个是我比较希望做到的。好，所以这只楼梯下方进去是它的卫浴空间。来，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十平的空间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卫浴，还可以泡澡其实它原本的卫浴就只有这个浴缸那么大，然后在里面一点，所以是没有对阳光的但是这个屋主他是完全交给我们，但他只有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他想要一个大浴缸。我们很用心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空间只有两个颜色，也就是白色跟木纹色。对，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个木皮的颜色，对，跟我们浴室浴缸旁边那个木纹砖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太讶异了，原来你最得意的是找到跟木皮一样的木纹砖放在浴室。听说这个IF 的主席来台湾的时候，他有顺道来你的公司跟你聊天。对啊对啊对啊。他有没有透露给你说为什么金奖给你？我这件事我最好奇的，就是他们觉得说其实这个空间它的材质单一，然后空间很小，可是是一个 3D 的一个活用，就是空间的利用度是很高的。我们这样子在用心在做一个小空间，可以得到国际评审的认同，我其实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意义是比较大的。我喜欢家里那个空间高高低低的感觉，因为对小朋友来说就很像一个游乐场，觉得玩得非常的疯，非常的开心。那另外就是浴室的部分的话，回到家就很像到回到饭店，非常的舒适。其实我们家虽然小小的，不过它可是得到世界 IF 金奖的一个小豪宅呢，我觉得还蛮幸运，挺骄傲的。十平的小空间可以拿下世界级的 IF 金奖，你以为是极限了吗 ？No No No， 我所认识的黄玲芳，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追求好还要更好的境界。这个比十平更小，8.5平的房子，1/15个篮球场的大小，就是我们即将要见证的奇迹，一间神宅的梦想领域哦。紧接着我们要看到这个案子，哇，也是太厉害了，就是它在这个下层，对，只有8.5平，这么小的空间，挑战的难度是什么？是屋主要从50平搬到这个空间，他原本的房子50平，但他觉得要花很多的心力整理，然后他后来觉得会有很多空间他用不到，那所以他为了自己就是退休做准备。生活经验就像我讲的，每一块都不能少嘛。对，所以看这个空间的亮点哦。他当时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就是一张大的书桌，因为他觉得他的生活，他检视过自己以后，就是他要写书法，然后看书阅读泡茶打禅，这就是他生活的重心，所以他不需要一般的沙发。但因为我们还是考量到说你回到家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坐的椅子，对对，或者是朋友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在他的床边就是做了一个这个组合式的，那可以考量他的朋友来是情人雅座、单人座，或者他自己想在这边小睡片刻的时候，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平的那个床台这样子。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我们在这个案子设计了很多机关性的东西，对，那这个就是一个电动楼梯，对，那我们里面的每一层都，不管是抽屉，或者是你刚刚看到这边有那个电锅，还有你看不到的地方有砍入式的蒸炉。伸缩楼梯旁这一块就是厨房，然后啊，这间8.5平的小深宅，在挑高3.6米的部分，林芳仅仅用了4平的空间，就给它设计成了双卧室哦。你给他感觉二楼是有两个房间的概念，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啊，那他只是认为女儿会去外地念书，但我想寒暑假大概还是会回来，对，所以必须要留下就是女儿的房间要给他。阁楼的部分的话，上去都是要弯腰驼背，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第一个我们是做了让他的走道这边他是可以站起来的，屋主大概有170公分，在这里居然是可以站直，对，然后他换好衣服之后再上床，
然后比较深的地方看不到的，我们开发了一个就是电动的升降柜。所以这边的衣柜前六十公分我在二楼可以用，对，六十公分以后比较深的就在楼下用了，对不对？对，在楼下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两层的衣柜给他。那另外有一个升降柜的部分高度比较低，因为我们在它的上面又藏了空调的主机。OK OK， 我有看错吗？下面那个是什么？下面是一个泡脚池，因为我们在谈图的时候是冬天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他们就是骑着脚踏车回来，然后就告诉我说，他们刚刚就是去了那个我们宜兰的汤尾沟泡脚，觉得很舒服，可不可以在他家把这个东西做进来？他家是8.5平，不是85平。对对对，可是因为原本建商他有做一个是那个酱板浴缸，对，然后我们的浴室改变了位置嘛，所以这个空间他们就想要利用。跟你的要求，中途追加第一个要泡脚池，对，还想要追加别的东西吗？那他需要带工作回家的时候，他需要有电脑的空间，可是又觉得这个电脑的空间竟然会不会造成他家的一个违和感，所以我们就后来帮他想了一下，我在某一个柜子里面，然后把那个电脑的部分就是让他可以关在里面，那他真正要使用的时候把它打开，然后就是工作一结束的时候把门关起来，就忘掉你的工作。我觉得我自己最高兴的是在那个储藏很好的规划之下都可以放得还蛮完整的，我有一个还蛮不错的泡脚池，可以边泡脚然后呢边喝茶，另外就有一个非常多功能的长桌，那写字也可以在上面，办公也可以在上面。我住进去到现在大概2年多，就是原本我们有很好的沟通，所以呢设计上面完全没有动过。我觉得设计本来就是在解决生活里面的问题，所以当我在设计每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把我自己放到这个空间里面，然后去想说我的使用，然后它会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设计师真的要把自己感同身受，想成你是屋主。对，那那个房子做出来，屋主住进去才会觉得哇，完全为我量身打造。是。